就能闯进边境，守备们就进。谁让你离开城寨的？你走得那么匆忙，落了东西，爹。无论如何，你都不应该出城犯险。你明知道我想和你一起斩妖除魔。撤刀！ 放开他！愤怒将使你的血肉更加香甜。容易，还我女儿！献出你的一切，愤怒！不如我在你面前慢慢把它吃了。 发出这么一丝丝响，我会要你千万倍奉还！你。